的。你的，快点的，你的。说实话，就是说没有洗澡。我们今天排练去了，他本来说大概，就是他也没有预估，他没有说大概几点钟结束，但是我自己预估了一下，我觉得11点就能结束，结果没有想到排到12点。嗯，确实我刚穿的是长袖长裤，但是因为跳出汗了，我给换了，就换了一件，随便换一件 T 恤。不是，我的同学们怎么说呢？就是有一些同学出去住了，嗯，然后有一些同学是他们的，就是阿姨管的不严，你只要求求他就可以洗澡。但是像我这栋楼这阿姨，就是我开个门都是极其困难的事情，我真的是崩溃。我今天本来。甚至我在出发之前，我在想，万一要是结束完的话，我直接出去住呀。我真不想和那个阿姨周旋了。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不行，因为明天早上很早就上课，我得回来，就是得在宿舍才能觉得比较安心。然后我就真的，我现在一口闷气，我就是在这里堵住，我就为了开一个门，我真的是我累了。我心真的太累，我再也不想经历这样的事情了。就是我站在他的面前，啊，就是一门之隔面前，然后就是我找了同学帮我，就是叫阿姨嘛，因为开那个点那个门铃，他不出来，然后我开始疯狂吐槽，然后就叫了同学把那个阿姨从他的房间里叫出来，帮我开个门，嗯。然后我站在他的面前了，就真的贴在那里了，我就差贴在门上了。然后那个门是玻璃的嘛，他说拿，我在那看到人呢，然后转身就走。然后我就说阿姨我在这里，阿姨。然后我就说我去排练了，然后他说什么排练？谢谢你们这些东西啊，这个排练。我就本人是真的去排练，真的。但是又有什么用呢？就真的气得要死，就是他还要不停的牵制你，你想走你也不能走，他一定要把你牵制住，然后把他心里想骂的全部骂完了，你才可以走。我就觉得我何必呢？我真是受这个罪。好的，没关系，现在好了。还好回来了，不然我出去的话真的很麻烦，因为我啥都没带。15分钟，我之前有站过20分钟的，没跟我比。我当时就是。那是应该是我大一的时候吧，就是我眼睁睁看着阿姨就是在二楼那里经过，二楼那个杆杆那里经过，然后我就叫出了阿姨，我说阿姨给我开门，因为当时好像刚过几分钟来着，阿姨还刚经过嘛，我说哎可以给我开门，结果她看了我一眼走了。然后他去巡逻，巡了20多分钟，我就在门口蹲了20多分钟。唉，洗不上澡就算了吧，明天再说吧。我就是不想住外面，我就是觉得很麻烦，因为我啥东西都没带。我出门的时候我就带了我的手机，带了个充电宝，带了点补妆的东西。我真要出去住，我还得重新再买各种卸妆，还要再买洗面奶，然后还要再买个涂脸的东西，打面。而且我的隐形眼镜也不知道该往哪放。嗯，真的太麻烦了。除非我
在出门之前我就把它一整包打包好，然后我再出门，那住外面也无所谓。我甚至也想，我真的想从那个什么，就是楼顶吊一根那个绳子，然后直接这样爬上来。更衣室弄不太去学校，也有道理。不过最近还好，没有什么排练，等到后面有排练了再说吧。唉，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惊喜？那肯定还是，那肯定还是要安全第一，就是说，嗯，对对对，也不是很经常，但是我就是不想碰到那个阿姨，她真的是非常的刁难人，非常非常。我当时入校的时候也是，就是填各种单子，我全部都填了，核酸我也做了，然后截图我也发了，然后把所有单子就是东西都弄好了，然后并且名单里也有我的名字在那里，我的名字就在那个名单里，很明显的我的名字。那个阿姨就是非要不认，她非要让我的辅导员给她打电话，然后我的辅导员也很无语，我的辅导员说那个单子不都给你弄好了，你给阿姨看就行。我说我给她看了，但是她就不认，她就非要你给她打电话，非要你给她说清楚。 good good very good。 然后我那天就在那里，我在房间里面收拾东西，我在那里套被单，然后他就在我的就是进到我的房间，站在我的床边，一直开始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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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说半天，然后我就等他安静下来，我就说，我说阿姨，名单，我的名字，我所有东西填好了，表交了，名字也有，我确实是可以在这里待着的，辅导员也知道。反正不知道，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对别人，但是就是，嗯，所有的同学都说他很凶，嗯，具体有什么事迹我倒是不知道了。唉，我累了，累了。对，一直是这个阿姨，而且他应该还会一直在吧，估计等我毕业了他还在。可是别人的就还好，我还听我们就是我现在的同班同学住另一栋宿舍的，他们说甚至晚归之后还可以去洗澡，但是我连进门都是一个问题，还洗澡呢，绝对不可能。我连当时就是我大概是10:50多的时候我在洗澡，阿姨都直接进来关灯了，嗯，关完灯就要关水，关热水。可是我们这栋阿姨不是我们这栋阿姨，我们这栋楼就两个阿姨，然后他们就轮换，今天就刚好是那个。那他们就是一个人是白天的班，然后晚上的班，第二天就是白天班，反正就是交换。对，反正你就洗着洗着，他就把你的澡堂灯给关了，嗯。不是夜班不夜班，两个阿姨就是另一个阿姨，她是夜班，她也不会脾气那么差。嗯，另一个阿姨是管你早白天的晚上，我只要是对，反正她都是脾气差。嗯，我真的在想了，我打算搬到他们那边住呀。嗯，刚好还可以就是和我同学们一起去上课了。应该是可以的吧，我觉得，但是咱也不知道，沟通一下吧。嗯，不过就是说搬家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，就是那也不行吧，搬到那边更尴尬了，是就是那边的同学他们甚至碰到过我直播。就是宿舍构造应该是一样的啊，然后我还知道他们那边的那个澡堂是有那个挡板，是有隔板的，然后我们这边就是空荡荡，什么都没有。不行，阿姨不可以过去，阿姨过去了我就再次离开。
那可不行，那可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口袋四八啊！好像现在口袋四八不可以下载了，我不用害怕了。鼓掌。对，确实搜不到了。我就算跟他们说，他们也搜不到。嗯，真假的？好吧，但是我同学用的都是苹果。我倒不会晚归了，而且现在就是不会课那么满了，我甚至还可以早回来，然后很早就可以洗澡。我甚至八九点钟我就可以开始洗澡了。嗯。好吧，反正你想怎么阻挡都是无法阻挡的。是的，我到时候，我开学每天，不是开学每天，我现在洗澡，我不洗它15分钟，我不会离开的。之前每次都是，尤其上学期回来的太着急，我都是10:40多才回到宿舍，我洗澡就真的是5分钟，我就马上就洗完。我就急速洗澡，急速，不是，就洗完。嗯，嗯，真的，我太着急了，当时，而且当时还是长头发，你知道我当时有多么的痛苦吗？我就洗头都洗不干净，你知道吧？平时洗头洗2次，我就洗一次，我都就我就使劲搓，叭叭叭叭叭叭，然后唰唰冲完，马上就出来。我就是甚至都不想涂啊，我好几次我都没涂，但是只要不涂的话，尤其是那个长头发，而且还漂染什么的，就是很容易就会枯，嗯，对，就变成干草，真的很痛苦。然后我现在就真的，比如说今天啊，我今天是在去排练之前洗的澡，嗯，我就是洗完了我都不走。我就站那儿，我就不走。嗯，以后我就是要洗澡，不洗满15分钟我是不会离开的。我就拿个那个计时表，我去洗澡。真的，不洗到15分钟我是不会离开的。报复性洗澡，可是花钱也还好。也还好，可以接受的范围内，少喝一杯奶茶就可以多洗2个星期。嗯，就是流量计费，就是我感觉我如果洗15分钟的话，我得花个3-4块了吧？多少钱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平时大概就1块多就可以了。嗯，我觉得我稍微久一点的话，能洗到2块。然后也不会太多了，嗯，洗40分钟，其实我也有做到过，但是我不是纯纯在洗澡，我是在那里看电视，我就把电脑摆在外面，然后我就在那里边看电视，然后就是，嗯，对，但是40分钟确实有点过分了，40分钟有点过分了。还定量啊！天哪，太难过了吧？嗯，哦，迪嘎，对，迪迦又不行了。对对对，其实你要看是干啥。如果是纯洗澡的话，真的洗不到40分钟。就是你要先洗完澡，然后再做一些什么面部的对护理，嗯，然后顺便再对各种。嗯，然后再涂涂身体乳啦，然后再涂涂护发精油啦，然后对，各种事情，对，一整套，这是那个奇杰拉花，对，纯属皇帝沐浴，真的太豪华了，就是说，嗯，我带隐形眼镜洗澡，真的，啊，我甚至还带过框架洗澡。就是为了看电视，但框架是很不方便，所以我为了看电视方便，我就会带着隐形眼镜洗澡。嗯，啊，不过在这里倒还好，在学校就有的时候就不戴，就有在学校洗澡就不戴眼镜。但我平时比如说我在中心啊，或者是在家里啊，在家里也倒还好吧，在家里我妈要催我，对，光听声是不行的，就
就是要看画面。嗯，为什么不好？戴眼镜有什么不好的？但是它会起雾，你就会就是观影效果会减差。但主要其实我中间好几集我没看，我就在那放着呢。就像我今天下午回来的时候，我就是下午去洗澡的时候，我就是直接就人就走了，然后这个底下就在这里放着。嗯，我也想把水放大，但是它水最大也就那么大了。嗯，我现在觉得就是学校这个水还是很不错的，就是它是整个就是猛砸，你知道吗？它那个它是没有花洒头的，它直接就是一个水管啪就出来了，就是猛砸，甚至你都可以做一个肩颈的按摩，嗯，就是做一个肩颈按摩捶打，还行还行，倒不会痛，嗯。英文，我听这个，对对对，地嘎 ，you can go 啊。哒哒哒哒哒！嗯，我只会低嘎，别的不会了。嗯，但是中心我就觉得不行，中心那个水就很小，我就每次洗澡洗的很憋屈，我就想直接拿那个。高压水枪啊，好了，确实过分了。嗯，哦，明天要早八了。嗯，可是我觉得集中了会好一点，因为它是整个它那个水就真的非常大。嗯，笑死，直接蜕一层皮。嗯，下集什么看看？是那个蜗牛。哦，这个蜗牛我也知道。嗯，这个蜗牛也是个可怜蜗牛。那个蜗牛是，嗯，它真的非常可爱，这个蜗牛。他就是在那里找妈妈，然后就是因为他妈妈的叫声和那个他们那个叫啥来着，什么电车的那个鸣笛的声音是很像的，然后他在那里找妈妈，然后他听到那个电车鸣笛的声音，他以为那是他妈妈，然后他就跑了过来，但是因为他长得太庞大了，然后大家就会很害怕，就说啊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对伤害我们？但其实他没有要伤害，他根本就没有要伤害大家，他只是在找妈妈罢了。Take me higher, come on baby, take me higher, da da da, come on deep, gonna, 好的。Take me high.